外侧小黄司机往内切，擦撞修旅车右侧保险杆，双方驾驶下车理论，一开口火气就很大。你今麦车是安怎安尼哦？你啊奇怪啊，我奇怪，你啊车都比比啊个样。70岁修旅车驾驶气呼呼下车理论，连同副驾驶座的太太和就读5年级的小孙子也下车来关心。小王问蒋先是动手推了驾驶一把，这时他拿出手机说要闹兄弟来，阿妈情急之下赶紧将对方手机拍掉。小王问蒋更火大，立刻伸出脚用力一踹，踹中阿妈背部，老人家不稳倒地。情绪失控，小黄司机与修旅车驾驶在地上一阵扭打。原来当时这一对70岁老夫妻开车到学校载孙子下课，途中发生车祸，两方甚至还在孩子面前大打出手。看到他拿手机要叫人，然后我妈就打他的手，用力拨他的手机，把他手机打掉这样子。然后他就开始踹我妈，从后面踹，然后踹完之后又从前面踹。阿妈的腹部、背部隐隐作痛，根本没办法行走，家人推着他到医院仔细检查。警方说双方还没制作笔录，将要求到案说明。一场小擦撞最后演变成街头暴走。记者廖文斌、赖冠章、云林台。